从出道伊始，艾薇儿式的摇滚与个性就为全球音乐界带来了全新的定义。这位17岁成名，在全球拥有超过3000万张的专辑销售量，获得过8项格莱美音乐奖提名的摇滚精灵，一举打破了以往甜美可人的大众音乐形象。他激情活力的音乐风格，勇敢表达年轻自我的独特个性，掀起了一股与众不同的流行风潮。近来随着他凭借江苏卫视《非诚勿扰》节目的配乐 Girlfriend 获得关注后，艾薇儿无疑成功打开了中国市场。最近他更是一举成为了某知名饮料品牌的全球代言人。在首度曝光的广告拍摄花絮当中，艾薇儿首次挑战滑板运动，将年轻人的时尚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。 We shot a commercial downtown Los Angeles. I got to sit in a crane and operate it. There were a lot of pro skaters on set.